主今天的水果你绝对一个都没吃过。怎么可能有没吃过的水果吗？切，你要是没吃过的话，你去把右边点红心的粉丝名字唱一百遍。那可以啊，如果我吃过的话，你把这些水果给他们都安排上。没问题。第一个，这不是西葫芦吗？西葫芦又不是水果。你是土鳖吗？这叫羊角面。那我确实没见过，宝子们，我现在心情就在你们手机第二排第一个表情包，让我看看是什么。好好吃，像哈密瓜。第二个，哇，白色的草莓，还有盒子装的。土鳖没见过吗？这可要3500的白雪公主草莓，这么贵，那我可要尝尝。3500的草莓果然不一样，香香甜甜的。有粉丝安排上呗，只要有10万个宝子给你点小红心和加号，我就给他们都安排上。宝子们快冲，让他破财。第三个，这不小西红柿吗？还长了白点点的，谁没吃过呀？你就是土中之土，这叫羊奶果。羊奶果和羊奶长大的吗？土鳖赶紧吃。爸，好涩呀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怎么说，赶紧兑现你的承诺吧。行吧，宝子们快把你们的名字留下，我立马给我装逼抄下来。